看这一题，他说 A 哈是等于这个矩阵，它的环矩阵多少？它的环矩阵就是行列是 A 嘛，这个减这个的话是多少？六减七是负一，然后呢这两个对调，六一加五号负一负七啊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负一拿进去，负六七一负一。再来我们看看呢，这个 A 的那个环矩阵多少呀？就行列式嘛，这个减这个嘛，二十，五是二十嘛，减掉四是十六，所以是四分之一。这两个对调五四，这两个加五号四四，哦，把四分之一拿进去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四分之五。一一一，哦，所以答案就这个。